帮忙呼叫店员。两个，总共几个点名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拿好，拿到外面哦。弟弟，弟弟也帮忙，还有一个。哇，弟弟拿比较大的，好，小心哦。那今天烤肉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哦。还没开始烤就很香，爸爸妈妈就负责吃哦，你们两个要帮忙烤哦。哦呦，一个入口一个出口，是不是？哇，弟弟成功哎，弟弟没有掉哎，厉害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我们在新家的第一个中秋节。Yahoo！ 今天要来体验中秋烤肉。哇，好多车车哦！今天就交给两位大厨，两位牛大厨，第一次来烤肉给我们吃。然后我们家的草地呢，也都铺好了。对，我们家现在外面一片绿意盎然。上次铺不够，原来这个其实还是要买蛮多的。对。然后我们旁边还是会有一点细缝啦，就是还是铺不满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它是一块一块的，就没有办法像那种剪裁的，你可以把它剪得刚刚好，所以旁边还是会有一点点丑丑的，没有这么完美。之前呢，我们在前阳台有体验了游泳。对。今天我们直接在这边野餐、烧烤，体验中秋节。那我有看过佩佩煮烧烤。真的、哦，像你看他煮，你就知道怎么煮了，对不对？但我忘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会偷偷告诉你。而且今天呢，我们是走 CP 值超高的路线哦。对。我们在宝嘉线上买了这个三多利的无烟温控煎烤两用电烤炉。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，然后直接在我们家外面烤起来。这一款呢、啊、CP 值真的超级高的。超级高的，看啦。这个是那个分离式烤盘，因为它是煎烤两用，所以它附了蛮多这种不粘的凸盘。就是它的本轮小小一台的，它其实走一个日式的简约风啦，是的。然后白色的就很漂亮，主要它 CP 值真的很高。对，它才1000多块，所以它总共附两个烤盘，对不对？嗯，两种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比较拿来用烤盘的，然后刚刚另外一个这个比较像煎的，你如果平常要煎东西，披萨，是披萨。而且哥哥，你是不是想要学煎蛋？但我也。你已经知道了，这么骄傲，那我们现在用煎蛋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换一个。那先煮水，我先放水。所以水就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还有跟你讲 ，max 就水最多装在这边。嗯，其实它原理它是用蒸烤，不用那个木炭的，所以很环保。因为它是用蒸烤的方式，所以你吃起来食材也不会像一般你如果用木炭烧烤啊，然后会来的那么柴，食物的湿度会保持的比较好一点。爸爸，好，回去上课。哇，没那么瘦，有瘦了吧？你一般是瘦，对，我一般瘦。它体积真的很小，你看连它的装水的盒子也都不大，都是比较那种日式精致的感觉，真的小巧。这种煎烤两用电烤炉啊，它的温度就可以自己做调整，所以你就不怕说火会太大或太小，你就可以设计成自己想要的温度。我要开了，开始煮饭。好，妈教你第一次煎蛋，不会啦。你会吗？会。你看谁学的？那就是你。等一下可以先加油，它这个烟就是水蒸气了。对啊，好，我加一点点啊，弟弟小心啊。好，你可以稍微用这个铲子，然后把它拨均匀。加油，弟弟。我不容。好，我加油。你加它，这样就好了，让它稍微平均一下就好。等它热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来把蛋打下去。已经蛮热的。加油。你要加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烤肉，弟弟等一下，我们先来让哥哥学煎蛋。你要拿鸡蛋，你也要煎吗？一人煎一颗，好吧？我开始煎喽。等它，你要等它。现在是蛋黄色，对不对？你要等它稍微变白一点，再把它翻面。不用跟我说的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你刚刚很想煎啊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看它边有没有渐渐变白色？我会把它烤焦。不会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们准备要来翻面了，可以了。哇，有味有味有味。好，那把它用平均一点，对，用它过去一点。小心哦，对，放到爸爸碗里。好，成功。好，换弟弟。弟弟你来烤肉好不好？弟弟来用夹子烤肉。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。一整桌的肉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肉，然后我们全部都用乐扣的保鲜盒装起来。这个是可以直接进烤箱的，超棒的，它可以耐热400度。那这些呢，全部都是宝嘉线上买得到的。我们相中了这一块。哇，这块好大块哦。对。嗯，看看。好，快来，我
蟹，哇，蟹给我牛肉好香哦。然后我的方便。哇，这块感觉很赞哎！而且这种煎烤两用电烤炉啊，它就是没有碳，所以你在煎烤的时候，你也不会一直吸到二氧化碳，对，妈妈也不会太臭。哦，这个肉好了，哇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。你要烤玉米啊？你别忘我。啊，你们都各夹一个菜菜。好，一人夹一个。那我夹喽。夹一整个直接放，玉米是直接这样烤，对，对，烤玉米。我夹一个哟，没有，给弟弟夹一个，你夹两个了，弟弟不要夹了，要煎的，你要煎的，煎的，煎的那一 part 结束了，对。它的大小啊，你看我刚刚牛排那么大，它其实蛮长的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一整块长的牛排都放下，可以放下四个玉米笋，然后两个香菇，四片的甜椒。既然在弄蔬菜，就来弄一个洋葱。而且这样吃起来真的比较健康哎，它是用蒸的方式去蒸烤，比起你一般如果是用那种炭火烧的话，就会少了很多那个不健康的负担。来烤一个肉，这应该是牛舌，来烤个牛舌。牛舌。哇，这牛舌好快哦。熟了熟了。那好惬意哦，就是在前阳台，然后又绿色草皮，然后在这边烤肉，而且现在外面下着毛毛细雨，又不会太热，然后又不会淋进来，还蛮有 feel 的。其实很好玩耶，这一台才1000多块，家里放一个这个，然后有时候你想要煎东西或烤东西的时候，不想要动那么大的炉子的时候，你就拿这个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的火力是开到最大的状况，我觉得如果你要烤肉的话，蛮适合开到最大。我们还有准备了泡菜，还有跟葱叶，所以这样直接这样葱叶上去卷起来，哇，感觉很赞。卷了，卷，我要吃。看喽，哇，哦，超热，超热，我要煮泡菜。哦，好罪恶，好甜哦，那个肉加上那个盐巴逼出那个甜味。泡菜烧肉，哇，其实在烤这个也蛮快的。我们刚刚准备这么多，我们应该已经吃一半了。嗯，这个我们刚刚目前用到为止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嗯，你觉得心得如何？很好，我觉得最棒的是它没有那个木炭，所以就是完全没有那个烟熏的感觉。在这边烤肉不会影响到其他人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它准备上面很方便啦，就是很快速。你临时想要吃烤肉，你就直接打开来，然后你要调多少温度就直接有火了。还不错，就不用前置作业那么久。然后我们今天用的两个夹子呢，也是宝家线上买到的。你可以放心的放在桌上，不用怕说这里有都会碰到桌面。嗯，然后不粘锅也可以用，所以就不会上锅子。哦，我们鸡肉感觉也差不多了。可以夹起来了，这烤完就可以了。对，等一下就可以来去清理。而且这洗衣机超方便的，它就是分离式烤盘，它可以直接拿这个起来洗。哎它游泳下去，它其实就是上面这个吧。对啊，它就这个拿起来，然后跟这个储水盒拿起来，就洗这两个，然后外面这台机器就擦一擦就好了。对，就可以把它关起来。我觉得烧烤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最高火，然后它其实还可以保温。如果你食材在上面，你都烤完，你就放在上面让它保温就好了。这台目前为止呢，我觉得真的 CP 值超高的，这好像才1000多块，这很便宜。然后现在透过我们的连结购买呢，更只要1180，然后再使用折扣码，还可以再折50块，这绝对是你完全没有看过这个价格，物超所值，是超级无敌低价。所以如果刚好你们有兴趣，然后想要买的朋友呢，千万不要错过啦。那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宝家线上买开站的活动优惠，8月25号到8月31号在宝家线上买购物。只要满199就可以宅配超取，不限金额门市取货免运费，还有1000块折价金免费领取。消费不限金额呢，还可以再抽 iPad Air 64GB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现在也有印花积点的活动，山多利全系列满999元，还可以再加赠三利欧印花点数5枚。然后经由隐形卖场下单的话呢，还可以再赠5枚印花点数，所以等于是你可以得到10枚。然后集满10枚的话，就可以加价换走零食袋啊、食物袋、帆布袋、抱枕毯等等很多可以换的东西。他们全新开幕，所以真的办了蛮多活动。然后我会把详细的资讯呢放在底下的说明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啦，可以去参考一下。好了。
第一次在我们新家阳台烤肉，好啊，一个下午就这样慢慢烤，然后慢慢聊天，跟小朋友慢慢玩，赞。那这影片怎么样？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很重啊，会不会太重？可以吗？哇，弟弟这超重的，小心哦。真的耶，哇啊！哦，真的耶，哇，你的好多、哦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把这位置调一下。